那你信我一个。我还以为。我确实是打算把整个酒店都包下来的，上面有一个顶楼套房特别好，可是后来让投资订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酒店很多房间几个月前就订上去了，就剩这么一个标间了。我看了看其他酒店，确实条件一般。这挺好的呀，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大学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？我们几个去旅游，然后当时为了省钱，只订一间房间，然后自己带了睡袋跟防潮垫，然后女生睡床上，男生睡地上。哈哈，对，那次在那个莫尔莫多尔克，道港。对对，冯慧然打呼噜打得巨响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还是你在酒店旁边的林场找到一个废弃车厢，我们去支帐篷，在睡袋里睡的。哎，那时候真好，感觉每天都有无限的精力。现在吧，我只要一加班，我感觉好几天我都缓不过来。等一下，啊，喂，萧工，你说，我的昨天已经做完了，啊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什么时候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怎么了？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我培训小组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们组有一个组员发烧生病了。本来这个作业呢是每人负责一块儿，现在他病了就得其他人帮他做他那一部分。总而言之就是，我要加班。非得现在吗？他刚刚跟我说，其他几个人已经在线上准备好就等我了。我很快，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你信我一个。你真好。那我们就还是一分为三，小微普惠价值这个事情，因为那个肖工目前手上的数据比较详细，要么就还是肖工来。我没问题。那我来写难点和破局，唐漾，你来写既往案例分析。好。我没问题，唐唐姐，我看你之前自己那部分的创新模式设计写得很完整，很详细。唐唐姐，你继续说，我刚才没听清。唐唐姐，我说，我看你之前自己那部分的创新模式设计写得很完整，很详细。我感觉你对这块的模式、过往案例掌握的比较充分。那个，哦，对，是，对，我之前写张弛蓝箭总结报告的时候，有很多数据可以直接拿来用，所以我觉得。没有，刚刚卡了一下。这样吧，我把那个报告发到群里，你们先看一下。5分钟够吗？5分钟之后咱们继续开会。
好，好。我要先离开一下。蒋时言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还你就这样子干扰我是不是？我哪儿干扰你了？我在这儿跟熊猫友好谈判呢。你这样会让我无心工作的。我就看着你都不行吗？我这样会只想看着你。那就别工作了呗。不行，亲爱的。哎呦，是吧？我知道你昨天很辛苦，也没有休息好。我很快就开完会，我开完了我过来叫你，好不好？你先睡。还要多久？一个小时内，我保证。怎么还得一个小时啊？哎呦，眼睛闭起来，我爸先陪你一会儿，好不好？成家。走。几点啊？十点。十点你不叫我起来，我到下午上班要迟到了。不着急啊，可以吃完早饭再走，来得及。算了，还是打包去车上吃吧。怎么了？这样，你想让我不讲武德？那个，我还是先换衣服，我再洗手比较好。